好热闹，还拖了尾巴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那么首先，再度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观赏《我爱彩虹》。再跟你说一声晚安。今天我们现场有好多好多这个朋友到现场来，我们现在可以放冷气了。那么天气热一点。那么现场今天我们的观众朋友呢特别热情，我想有什么特别因素是不是？对，没错。那么因为我爱彩虹今天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，那么当然现在先别谈太多啊，怕这个情绪上不能平衡啊。那么现场的朋友呢，有一位朋友我相信观众朋友还记得他啊，记得我们在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啊曾经介绍过他啊，就是潘台霞啊。我说那位很勇敢的小女孩，哎，今天也到现场来了。你好你好你好。哇，比上次看到你的时候好像还脸色还要红润多，胖一点点啊。另外还有一位呢，是我们的联谊会的朋友告诉我，那就来是中部的这个傅秀华。
吴秋华你好，上来我上来，啊，你好你好，啊，送给我的是不是？啊，我想啊，因为他用脚写的，用脚写的。对，我记得我去年庆生会的时候啊，那个傅秀华曾经用脚，那么花了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呢，弄了一个剪贴本，那么送给我当这个生日礼物。那么今天你用脚，我看写些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凤姐，我会天天在想念你，希望您常回来。好，好，一定会常常回来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那么。不耽误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时间，一块来观赏今天晚上给你安排的《我爱彩虹》的节目，谢谢。在那里，这个各位同学，今天呢，我们领班呢，因为有一点事情不能来啊，所以叫我代替领班。我们领班呢，一开始这个口头语怎么讲？领班好，讲。代班好。什么代班？今天是我领班，再讲一次。代班好。好了，算了算了，这个我跟你讲啊，今天那个最可爱的，哎呀，韩如，起来，来来，我跟你讲哈，今天是毕业典礼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是最优秀的一个学生啊，那人家以前呢，这个如果要毕业，前一届的都有跟领班，都这里，来一个看看，要离开了吗？再一次，不要讲了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老七，啊，今天什么日子？还调皮捣蛋，调皮捣蛋！毕业终于自由了，你再调皮捣蛋，我给你留级啊！啊，今天领班呢？啊，因为你们今天是毕业典礼啊，对，领班花150元呢，去梳一个头。真的，好漂亮啊！你的头梳掉了。啊，你智商提高一点了。梳头。好，那么依照我们的惯例呢，我们是给我们先唱一首歌。好，世界真细小。来。是你们彩虹合唱团的毕业典礼，那么在典礼上你们都有一些什么表现呢？有一个个都蜡烛刚刚排好了，叫你们先，现在我要点你。好，哪一位先？我好，捷安特，不哎，什么我猜拳，你出什么？我出石头。好，那我出布。好吧，你啊，还有这一头。好，来，那这样子，你在前面讲毕业生致辞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后面呢，有城市少女哈，跟城市民歌。对，那你们帮他后面唱个音乐啊，气氛营造一下。好，来。领班好，同学好，各位家长，各位同学好。今天是我们彩虹合唱团最后一次的上课。我们大家都感到很难过，可是我们绝对不会忘记彩虹合唱团，还领班您的教导。
我们会永远想你的。虽然有时候我们不乖，当领班您生气骂我们打我们，但是领班你有没有听过，打是情骂是爱。你们看我头上的这个包就是领班打的，虽然你打得那么大，但是我会永远把它保存下来，当作我的纪念，也是我的成就。领班，领班再来一个，打平均一点，就让你一边平均。啊，有毕业了还讲什么打出去了？吃药时间到了。回来了。啊，弄好，弄好，一会儿我们打破了。好，还有谁？来来来。对不起啊，有高钥匙，好像一根柱子。你是不是踩高跷？你这个脚是真的、啊。哎呦哎呦，等一下，你这张牌子是干什么？等一下你就知道。坐休假吗？领班，各位同学，各位嘉宾，今天是我们彩虹合唱团的毕业典礼。然而，毕业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自从我加入了彩虹合唱团之后，不但是身价高涨，同时我有交到很多的好朋友，譬如黄西田同学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美。这个美，印证在我们的领班凤飞飞小姐的身上。在我的心目中，她是杨贵妃、西施、蒙娜丽莎和维纳斯的混合体。你就像是一个塑像一样，我要歌颂你，我要歌咏你这美丽的我爱彩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走走，到那边挂上去了，来来来。好，那么今天啊、你们同学们有没有准备一些礼物啊？要交给同学。有。来，杨安利，来，杨安利，来。杨安利要送给谁？我要送给黄西田。送给我。那我也有礼物送给你。男生爱女生。我，你管我。你管，太丑了。那是谁先送吗？我先送给你。好。这个是在偷看，不是洗澡的，这个可以打开的哦。打开之后呢，你往里面看啊。哦，哇，好漂亮，这样哦。啊，好漂亮哦。漂亮哦。哎，真的好漂亮哎。哦。哦，里面这边的。哦。没有，有里面有花。有花。它还会变。谢谢。我送给你眼镜，这个眼镜啊，哎，那个眼镜啊，这样子，哎，戴起来看看，来特写一下，不错，哇，太好了，哎呦，好了，回去了，不是杨安利，是杨歪利，你们送东西送正经一点嘛，啊，对不对？不错，这个很好，好，你笑什么？老师，我要礼物要送。送给谁呀？哎呦，来，我要送给那个帅哥。哪一个帅哥？啊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好多帅哥呢。啊！哦，夏蜻蜓。你眼光不太好了。我们今天毕业以后就不能见面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会天天很想你哦，所以我就送你一个小礼物。可这个礼物你要好好的保存哦，24小时都要看着它哦，表示我很想你，好吧？这个是打火机耶，我先示范给你看。看你身。同学嘛，我也对你很爱慕已久。真的啊？只是你一直不知道。今天毕业我一定要说出来，所以我要送你一张礼物。
真的、啊、送我什么？等一下。哎呀，是书耶！真的啊。字典哎，真的、啊。字典哦。打开，打开。那今天毕业之后呢，你们都要在社会上做事，做一个时代的好歌手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老师呢，不是领班呢，对你们更大的期许跟期望呢，希望能够将来能够发展到国际线去，到国外去。那比如说将来你们有机会的话到国外去演唱，那么你现在就要当有一个假想目标，对不对？看你们心目中哦，将来你是他是你的模仿对象，有没有？你们心中有没有？有。来，娃娃。娃娃最棒了。你最喜欢心目中最喜欢的外国歌星是哪一位？麦当娜。麦当娜，好棒！你喜欢麦当劳。我最喜欢他的肚皮。什么？他肚皮好性感哦。哎呦，还要脱的。没出息啊。你欣赏他，比如说欣赏他的歌喉啊，欣赏他的技巧啊，欣赏他的肚皮干什么？他肚皮会说话耶。不，除了这方面以外，有没有特别欣赏他的地方？哦，那当然了，他的唱歌啊，他的跳舞，他的台风都好棒哦。要不要学学看？学学给后面的同学看。啊！好，准备。哎，马丹娜小姐。哦家长们不要受惊啊！我学的像，不好意思，我怎么会教这种学生呢？帽子戴上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没有看到肚皮。好，那么还有哪一位同学呢？他心目中的外国歌星是哪一位？我有，来过来。你呀？哦，你那个是什么？中秋节中间那一块吧，那个月饼中间那一块。好，你喜欢的那个外国的歌星，崇拜的歌星有哪？ Your sister。 一样哦。跟你讲，要选歌星，不是选明星嘛呢？哦，歌星。歌星。玛丽莲梦露。一样啦。跟你讲多少次、啊？少一条筋，歌星啊！玛丽莲梦露有唱过歌啊？有吗？有，好像有。有了，有了，我唱给你听了。来，啊，我来给你听。啊。看流水悠悠，看那大江东去，不回头。嗯，继续，很好听。不会唱了。回去。真是。玛丽莲梦露的歌你也值得学啊，真是。那还有哪一位？啊，你怎么突然间戴眼镜起来了呢？啊，当按摩。里面有没有阳光？学按摩了。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先收敛一点呢，先讲话嘛你。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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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乔宝病，你看啊。那你喜欢的歌星有哪一位？哇，当今最红的一个 Michael Jackson 的。表演一下给我们毕业班的同学。那当然要了，老师。哎，掌声鼓励他。起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会作怪吗？起来了，我就知道不扭才怪。回去了，麦克先生送疗养院。那么今天呢，每一位都啊，哦，两个哦，城市少女啊，他说要送你们啊，真的，嗯，谁呀？黄希田先生，你好，黄同学了，是他配吗？算的，不，人家送给你不是说你跟他配对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你们来看看。看看黄希田在你们的纪念册上签什么，是不是一帆风顺呐、啊，学业稳进呐、啊，还是什么的？要朗诵一下了。你念一念。你不要太大声了，小声一点这样。太棒了！今天毕业了，脱离领班的魔掌。太过分了！
晚上让我们去狂欢去庆祝，唱完卡拉 OK 再跳 disco， 不要让李班去的，真的，因为全班只有他留级哦。真的吗？你班还有我的，他祝我祝你补考留级，小朋友聪明有余，智商不足。祝你毕业愉快，这还差不多。毕业即失业，留级才聪明。你班看他了，扶不起的阿斗再见。来，那潘欣姐你过来。有。你过来。有。那，你可以把它丢在垃圾桶。喜欢你就保留，不喜欢你就把它丢了。这个是骂领班的这本。对，我来修理他。证据。对，我来处理他。你们下去。你们不够意思啊！你好好说说看，什么叫领班的魔掌？这个，我有话要说。你讲。我讲。嗯，好。这个各位家长，领班。嗯。各位同学。嗯。光阴似箭，已经三个月了。那么三个月前的我，跟三个月后今天的我，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我学会了很多音乐的这个技巧，还有学会了很多忍痛的滋味。说真的，在这三个月里呢，现在我学会了忍痛，不管是谁打我，我都不敢痛。再怎么打，我也不会痛，因为不管是谁打，都不会比领班打我更痛。所以，我现在要离开，我觉得很难过。领班，拜托你再打我。我一天不打，我一天很难过。你再打我，拜托，不要离开我。你打我！你打！你真的不打？谢谢。谢谢。我今天是看在其他的同学表现得很好哦，要不我真的把你处理掉，不是给你留级啊？那好，我们今天大概所有的毕业班的同学没有啊？还有我们班啊？还有我有话要讲，来出来讲。好可怜啊，这个。我们彩虹合唱团，你们都知道，我们是来自世界各地，有菲律宾的，有阿拉伯的，还有我这个美国的。我今天心里面很难过，我相信你们也很难过，因为今天我们要毕业了。我来这边虽然只有十分钟，可是我学到了很多，我学到了会唱歌。你知道我们彩虹合唱团好像是一个大家庭，我学到这首歌，今天就唱给大家听，叫做《我的家庭真可爱》。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哆西拉嗦发咪来哆，哆来咪发。好，我还有话要说。我还有话要说。可是我心里面很难过，我只上课了十分钟，马上要毕业，把钱还给我。差不多了，这个时间到了，这个外国人有理讲不通。走，时间到了。好，时间到了，哎，到了。帽子捡起来了。真是的。怎么了？我们全部的同学哦，要送领班一个礼物哎。真的？真的。什么礼物？就是用我们的破锣嗓子哦，送领班一首歌。不要紧，破锣嗓子也没有关系，领班降低水准来听就好了。啊，好，来听听看你们送领班什么歌。好，来。来帮我一下，快点，不要拿倒了，翻倒了，这样拿过去，拿过去，来拿高一点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写什么？彩虹合唱。